各位朋友们好，我又穿上这衣服了，又到做饭的时间了。我一穿这个，我们家夫人就开始笑了。啊，记一下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晚上吃什么饭啊？包芹菜馅饺子。今天呢，咱们包这芹菜馅的啊，芹菜馅的呢得有这个葱，我这有鸡蛋，还有肉馅儿，肉馅儿4000块钱的。然后呢，这个蟹肉，前两天啊买螃蟹吃不了太多了，然后买了10个大个的螃蟹，就吃了2个，吃不下去，然后都包成肉吧，包饺子、包包子什么放的，大葱，一块姜，这是和的面，在和面的时候加一点点盐哈就行，不软不硬就行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干活了，起火，先把鸡蛋炒一下。然后呢需要剁馅儿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把鸡蛋炒一下啊，一会儿放在饺子里，3颗鸡蛋。好，然后呢把这芹菜切了，切碎了。我给它炒一下。其实呢这个芹菜啊用水过一下热水烫一下呢切更好。但是我觉得那样呢味道会流失。咱们不就吃这芹菜的味儿吗，所以就不拿热水烫，直接切。好，我们现在饺子的这准备工作呀已经完成了啊，馅儿面，现在我们开始就开始包，一边包呢跟大家聊天。这饺子的面呢不软不硬，然后呢把它揉上劲儿，现在这面已经醒了大概能有1个多小时了吧。这包饺子两个人合作快。好，拿把椅子坐下包。我这包饺子快，就是挤，一挤一个，一挤一个。当然了，一挤一个也会这样包，包出来也是很好看的。这饺子包的质量咋样？挺不错吧？但是呢，这也太慢了，还是挤快。今天看这个整个这新闻啊，在中国又出现了这凤梨的事儿了。跟大家说说这凤梨啊，这凤梨酥这东西啊，在韩国也有，我身边就有。我这是蓝莓酥，啊对，蓝莓酥，
我这家里有凤梨酥，前两天给吃没了，没事就预备一点台湾的。你说这中共现在就是禁止这个台湾的凤梨，这不开玩笑吗？说全世界都在跟你中共在讲禁你的芯片，是不是？就是不给你芯片，你什么华为啊，你的那些东西就全完蛋了。你跟人家玩这个凤梨，呵呵，这个相差这个太大了，是不是啊？相差太大了，不是一回事儿。人家台湾说这个自己本身自己这凤梨呢，90%都是台湾本地自己销售的，只有10%这个销往全世界，中国韩国都有吧，但是你中国也不会占那10%里啊，是不是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拿这种东西啊跟人家来这个对抗，这开什么玩笑啊？说这个就跟咱们上期那节目介绍那小商品一样，是吧？什么那些科技含量高的啊全没有。你像这个全世界这些领先国家吧，哈，咱们中国是全世界老二，那老大是美国。你看这美国的各种这个汽车、家庭电器，是吧？家用的电器以及高科技产品、太空 NASA 的那些个产品东西，那咱就别说了啊，人家的那个技术含量是不是根本就不在一个等级上？你中国你这么发展，你再看看日本。是吧？那个什么索尼的那个镜头，是吧？那些个丰田的汽车，高科技含量的东西，那是一个国家的标志。我们中国这东西有啥？是吧？这个土共一直讲说自己呢，这个经济啊，我们经济外汇储备是全世界第一位。现在美金用的差不多了吧，是不是啊？那都是投资来的，那都是别人的钱，当别人觉得你这不好要走的时候，你得还人家，对不对啊？然后说自己的这个科技好，高科技强，芯片做不出来。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，说这个什么写字那原子笔前面那滚珠我们都生产不了，啥玩意儿这个，是吧？哎，可悲啊可悲啊，也就是弄凤梨吧，是不是？台湾还一个珍珠奶茶呢，对不对啊？连锁店，全世界的珍珠奶茶连锁店，啥时候你跟他也干一下，把他也封了丧了。一转眼两盘饺子包好喽，现在准备下锅啊。好，水也开了，准备下锅。行，咱们的饺子熟了啊，准备要出锅装盘。好了，开吃，大饺子来喽。还剩了一些，然后呢一会儿女儿下了班晚上我们给她再煮新的。天下的父母啊都是一样，哎，父慈子孝，这是中国的这个传统。来点醋。如果有喜欢吃蒜的朋友呢，在吃饺子的时候来一点蒜也不错啊。先尝一尝。味道怎么样？汁多味浓啊。真好。那今天古风这一天的日常呢，这个节目结束了啊。这是今年的第三顿饺子。好，欢迎大家呢订阅、点赞、关注我，谢谢。